成功了吗？你后来想什么？破了，还可以啦。给你特写。啊，破了。啊，我要这样。他。这样。OK。请问有什么反应吗？等一下啦，好啦，这样吗？好啦，好啦，好。因为我拿用左手，我要来吃了。好，我们在庙口压箱饭。哎，你要被采访吗？满分七，满分五分而已。满分五分而已，不能给七分。好吃吗？加蛋肉，正好吃。然后，我觉得其实普普通通啦。啊，普普通通。那你五颗星要给几颗？我觉得大概3.5分。好。到我了吗？对。你有讲口感吗？没有，他说就普普通通。有一点蛋黄，然后配着鸭肉，那我加那个油，很香，然后配那个蛋黄，又蛋香，好吃，然后加胡椒粉。不过2分5分，对不对？对，四分都没有胡椒粉。好，还有人想要被采访吗？哇，那你嘞，胖子？我觉得很滑，嫩。叫什么？哎，我给五分。哦，五分。好，拜拜。那你要平均一下。好，五分加四分，加你说几分？3.5分。3.5分。我是有点严。这是四分。4.1分。啊，差不多。好，拜拜。